小狗和鸽子。好舒服啊！早上吃了五碗饭呢。我要去送信了。哇，为什么那么多信啊？好忙好忙。我等一下午餐要吃十碗。出发了。好重啊！看不懂这个地址，这个人字写太丑了。好痛啊！鸽子你怎么撞我？不小心撞到是我，真倒霉。你这个阿呆邮差，赶快去看医生。啊，我的头好晕哦。哇，你脑震荡了，千万不能自己送信。但是你可以找朋友帮忙哟。要找谁呢？啊，小狗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好啊，我来帮忙你吧。我们一起送信，一定很快就可以吃午餐。哇，我们都送完了。小狗，谢谢你，好感动。那我们一起完成吧。我喜欢跟你一起送信。耶、yeah, 我也喜欢跟你一起送信。我也要当邮差旺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们要互相帮助，做好朋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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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到了吧？安动好吗？拍。笑声是怎样？好，我们没有，也不要赛跑哦。好，这一句的台词，有人知道是什么吗？tempo 是什么？哈哈 哈的五个吗？五个。好。好，再第四了哈。再第四。好，三、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好又难。为什么后面会不重复呢？好来，我们再。Ha ha ha!